同父母是直系亲属吗？是直系亲属。我们所说的直系亲属，指的是和自己有直接血缘关系或者是婚姻关系的人，也就是直系血亲和直系婚亲。比如说配偶、父母、子女、祖父母、外祖父母、孙子女、外孙子女。直系血亲指的是彼此之间有直系血缘关系的亲属。包括从自己和从出和从己生所出的两个部分的血亲，己生所从出的血亲指的就是生育自己的隔代血亲，比如说父母、祖父母等等。